好，那我们现在要再来看一下咯，就是如果这个简报的页面不够，对不对？那你可以再增加，那或者这个路径不是你满意的，我可以再改变一下。所以呢，我们先看一下，你看我们刚到这边来，我们没有画面，好，这样应该就有了，没有，快掉了，没有。好，那您看我们刚坐到这边，我们现在是做了两页，对不对？可是我发现说啊，不对哦，这个页面好像还要增加一点东西啊。你可以来这里，假设你要插入，好像我们简报多一页的话，它叫做 friend 叫做 friend， 所以你可以按一下。好，有没有发现右手边多一个？那当然这个位置你可以自己点，就是它 friend 指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框框，有没有？那这个框框你现在预设是这一种形状的，对不对？如果你想要远远的，你就来这边改变一下，有几种不一样的，甚至像我的简报里面，其实我就不希望有它，所以我就把它设成 invisible， 不可看的。好，但是它还是一个页，就是多增加一页，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像我这样有没有，我就没有框框，可是事实上它还是有，好，还是有哈，所以这个你可以看。那你想要连接到哪里，随便你。好，比如说我想要到这边，甚至我想要怎样？转个方向行不行？可以啊，老是都正正的，我就喜欢转个方向。但是这转方向你不用担心， user 在看的时候他不用头歪歪的，因为当你从这边跑到这里来的时候，他就自动做一个帮你转正的动作，这样了解了齁。好，所以你看我增加一个页面出来了，那打字啊那些我就不用再讲了嘛。可是呢，我的路径现在有没有它？你有增加一页没有错，就是增加一个框，可是当我在做简报的时候，很抱歉哦，直接去把别人啊，好不好？根本就没有到刚刚那里去嘛，所以怎么办？所以你看哈，你现在呢先找到它，是不是在这里？好，你点到它之后呢，点到这里哈，它在这边，你看这里有没有叫 run to friend？ 就是说，哎，我现在这样歪歪的，没有错，我在安排上是歪歪的，可是我们真正要看的时候，它 run to friend 有没有会自动转正？好，现在转正之后你就回到编辑路径。好，这个就是在让好像我们在简报里面去安排那个路径，它简报的顺序。好，我们现在呢就把假设这个是你要的，他说有没有 click on any object to add to page， 就不管它，你从这下面这里，因为我现在是不是已经把那个位置调好了，add current view 就是把这个目前这个检视的大小位置存到里面去，待会你注意一下，这边会多一页，有没有多一页进来？第八页，对不对？那你再把这一页移到你觉得适当的地方，比如说，哎，这个应该是在我们刚刚第二个完，是不是要讲第三个？进来，编辑完了之后，你再按一次编辑路径就离开它。现在我们再看一下哦，你看在这边，好，当我下一步到这里，在下一页有没有往旁边走，自动转正。所以你刚刚我们在编辑的时候故意有歪一点点，那个是要让它在路径在走的时候会有一些变化，你如果都是正正的，它就是这样直的上去直的下来，就好像比较平凡一点点。好，当然你转太多会头晕哦，所以平常我不会做太多了，就是你可以像这样，那你就可以继续编第二个第三个，那它这个因为你插在中间嘛，所以它就继续往第四个走，等于原本的就往后退就对了，这样老师就会了，对不对？好，所以你可以像这样子。那另外一个呢，当你在编辑内容，我们顺便跟老师讲一下，就是编辑内容除了说我们刚很单纯的插入文字啦这些图以外，对不对？其实还有一个很好用的哦，就是在哪里？就是在这个地方。好，你像这边好了，我们把它到下一个，就是插入所谓的组织图跟流程图。因为有些时候我虽然它这个路径不错，但是你可能还是不够，因为我觉得有时候那个流程比较多，你就可以来这边哈，我们来看一下这里，这类的是组织图跟流程图，它内建了几个我们常用的，我想老师有用过那个，Word 里面好像有一个叫做组织图，有没有插入过那种物件 ？PowerPoint 哈，我嘛没记得。我没啥爱用啊你看到这个有没有点
熟悉了。也就是说你自己不用再去做三四个，然后自己再去绕那个线，你插进来就有。啊，比如说我这样选的，哎，进来它就有了，有没有？而且你在做简报的时候，它就帮你把这个顺序就加进来。你看左手边有没有发现我这边是加这几个？有没有金能沙喜？因为里面有四个嘛。那既然是四个，我就是要去看这个流程啊。所以你看哦，我在这边有没有进来？然后再往下，这样你了解了吧？所以你那个图就是它连那个动画顺序都帮你弄好了。当然，如果你觉得就是万一那个顺序不太对，你可以再做调整。也可以像我们刚才要去做调整。好，所以基本上它的好处就是在这边。那等到你完全做完了，你可以按上面的存档。这边做一个存档的动作啊，比如说我把它做一个存档。好，存完了，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先简报看看了哈，看看那个流程对不对。好，如果存好了，我现在就先离开。离开之后，它会先停留在你的这个画面。那我们就要再来看一下，这个怎么样把它怎么样存下来，对不对？甚至哎，我做好了，可不可以跟别人分享啊？我们看一下，好，这个进来的哈，你看下面这里有没有看到一个 download？ 好，那你可以按一下 download。啊，对了，预设的话，各位如果已经变成那个什么教育版的，你就可以变这样私人的。那如果你还没有变成教育版的，这里就只能是公开的。你看这里有三个，有一二三，有没有？这三个稍微留意一下哈。第一个代表说怎么样，别人也可以跟你借来用。就是我除了看以外，然后可以拿到你的编辑的内容。好，那如果你觉得说啊，我很垮的话，就 public， 这个是连看都不能看。所以稍微了解一下它的不同就好了。那好的，我们要 download。 download 这里有分两个哦，一个是什么？一个叫做 presenting， 也就是说我只要离线做简报就好。那代表一件事情，这个是不能再继续编辑的。就是我单纯存下来就要做简报用而已。那右手边这个呢，就跟你用我们刚用那个桌面版 desktop 那个版本一样，你如果存档之后，它就是它专属的档案。所以你也可以这边存完之后呢，再拿到哪里桌面版的打开来继续用都可以。好，那我先用这个，你按一下 portable 版本，按一下它会开始进行处理。那这个看网络速度要一点时间。好，那我这边呢已经有先下载下来了，所以你可以先看一下哦。像我们在这边，在这里好，这里有一个，有没有？好，那我刚把它解压缩的把它打开，有没有一个执行档？点两下就可以用了。那使用上都一样，它的内容它都已经帮你包在里面了，只是说这个就很单纯，只能简报不能编辑。所以如果你不连上网的时候，那我可以用这样直接做简报。还 OK。 好，那所以这边应该差不多，有没有？这边您做好你就按这个就可以下载啊。另外那个也是一样，只是下载的档名就是什么，下载的档名就不是这个哦，它的档名就是这个，有没有？副档名是 PEG， 这是它的原始档。那你要用桌面版的那个才可以编辑它。那如果我们抓下来之后，它会给你一个压缩档，像这样。那解压缩就可以变成所谓离线版的简报档案，这样子。这样应该大家就比较清楚了吧？好，那所以你清楚了之后呢，就剩这个要加上你的创意跟练习。所以最后面还有一件事情要做，因为你都上完了，你就可以找到你的宝藏了。像我这个简报，我就是怎么样，就是用空白的，因为我已经有先稍微规划一下，我那时候就想说用藏宝图的那种概念。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在你滑到旁边它会出现这个，有没有？回到最前面，Home 就是回到第一页。所以为什么我会想说在第一页这里要留这个线？因为我想说，可以把你带到那边去。好，所以其实就是说简报不一定像微软那种简报，就是一页一页分得很开，
我今天把这个东西整体的印象弄好了，我最后再让你看到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暗藏在里面的一个那个小的那个创意，我觉得也很好啊，让各位在看简报过程里面可能就是趣味性再增加一点，这样 OK 吗？李老师玩看看哦，所以我们刚刚讲的比较多，包括了就是我们刚刚在这边的增加路径，对不对？还有什么插入组织图怎么把它存下来跟下载，那分享那个部分应该还好。好，我就先把后面还给您喽。